欢迎观众朋友准时收看我们的《叫我好野狼》，这是我们一个跟网络合作的啊，一个像网络网红直播组啊，他们参加这个网络的竞赛之后呢，前六名才能够上我们的电视来做最后的一个竞赛。当然啦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有不同的竞赛方式，而且有不同的积分，到最后累积的积分呢，还可以变奖金。啊，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前六名啊，能够上我们节目来参加我们节目比赛的，欢迎我们的第六名，欢迎的是新野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爱吃美食的吃货主播新野佑。好，新野佑呢，其实他等于是每个礼拜啊，只要他是前六名的话，都可以蝉联这个宝座。好，大家继续加油，来，我马上接我们的第五名，哇，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的娜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健身的娜拉，算一下有点瘦。哦，他的这个积分呢是40000分。你说你爱健身啊？对。但是健身应该是有 muscle 啊，不是瘦、啊。现在变成小弱鸡了。好了，欢迎娜拉。接下来欢迎，哎呦，这个一直在我们前六名保持的，欢迎我们的是爱丽丝。Hello， 我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爱丽丝。哦，他每次都讲反派角色，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每次要强调的是反派角色。因为就是可爱跟性感跟坏的那一面兼具。哎呦，哇，就是说他是一个千面女郎就对了啊。他的积分也是40000分。再来是我们的第三名，欢迎我们的 Selin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elin。啊，大家对你不会忘记，他永远就是睡不饱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录影的时候我问他说，你昨天是不是很晚睡？没有，我9点就睡了，然后5点就起来了。起来，因为8点要赶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好，欢迎 Selin 啊。来，马上欢迎我们的第二名，欢迎鱼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鱼友。六，我是鱼友。好，鱼友呢，有时候呢，他有一个跟我一起来做这边的我们的助理主持啊。谢谢鱼友，他的积分有50000分。好来，最后我们欢迎这位冷面女郎，欢迎晴恩。大家好，我是晴恩。好，晴恩呢有60000的积分，欢迎晴恩。好，马上介绍我们两位美丽的助理主持，我们欢迎的是妮妮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小平妮妮。好，妮妮呢，其实跟他们这个前六名的都是一样，大家都有机会轮流上来跟我一起哈来主持节目。最后来欢迎啊，美丽的 SOA。大家好，我是 SOA 宋蕊安。好，我们宋蕊安啊，这个去年台大毕业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现在我们今天呢全员到齐了。马上就是我们的关键时刻，好，马上就是我们的关键时刻了啊！我们今天这六位呢，啊，要看看他们平常的啊这个尝试有知道有多少。当然，我们都不会太难的啊，有时候呢还是有点陷阱的哈，所以要注意听题目，好不好？啊，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六位呢，只要他们的胜出的，不管是一位、两位、三位啊，等于是你们的这个分数积分一样的话，每一个人再加15000的积分，累积到我们下一个单元。好，马上我们在第一题来说话出题。好，第一题，日常生活中常用来点火的打火机比火柴更早被发明，请作答。打火机比火柴更早发明，全部举错。哇！就你们都认为火柴一定最早，最早是钻木取火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正确答案是对的。打火机比火柴发明的早，懂吗？全部错。好，来第二题，妮妮出题。台湾指标性建筑物台北101外墙灯光颜色以彩虹为主题，分别代表星期一到星期日，请作答。星期一到星期日，彩虹有没有？红橙黄绿蓝靛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所以呢，你们觉得？这两个举错的，你们可能不知道彩虹是几个颜色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对的。好，马上是我们的第三题，来说话出题。木瓜、西瓜、南瓜、西小瓜都属于瓜类，请作答。还有西小瓜。哦呦，你们都知道西小瓜是谁啊？哎，西小瓜这么红啊？
好了，就这里面有个陷阱，所以西小瓜呢不是瓜类。恭喜全部答对。来，下一题，妮妮。因网络短片而爆红的《确认过眼神》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《最赤壁》里的一段歌词，请作答。是不是《最赤壁》里面的一段歌词？哇，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歌吗？对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会唱吗？不会，都听过吗？都听过，哦，所以真的是这里面的歌词。恭喜全部答对。好，马上来第五题。王是中国古老的姓氏之一，在2020年的调查里为白嘉靖之首，对吗？百家姓里面，是不是王为第一个？有三个对，三个错。这边有没有姓王的？没有。所以呢，正确答案是李，好不好？对，不是是王就是第一啊。哦，他说当王，当王，当王不是就第一啊？李。有人家住啊，隔壁老王。好了，来，我们下一题准备。来，第六题，台湾农业发达而有水果王国之称，凤梨因为长在树上，采收的方式相当繁琐，请作答。那个凤梨长在哪里？啊？凤梨长在树上啊？有没有看过凤梨？吃过凤梨，吃过凤梨而已啊！你们都没有看过凤梨，凤梨田啊？没有。爱丽丝看过。嗯。哇，现在年轻人都不出门了哈。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就是错的。啊，它不是长在树上，好吗？它是有你有没有看过铁树？有点像我们讲仙人掌，它这样长，长了之后呢，它就在上面。哦，它的叶子有刺的，然后呢，凤梨长在这里，它要把它一个一个再把它绑起来、包起来，慢慢成熟的时候，啊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是野孩子啊，好，所以这一题呢，这个举错的人加分的，来，牌子放下来，我们的第七题，屏东车城的车指的是搬运木汤的马车，请作答。屏东车城的车啊，是搬运木炭的马车，所以它是不是的？答对了没有加分？来第八题。第八题，狗狗星星大冒险中的黑猩猩叫小庞，斗牛犬叫詹姆斯，请作答。哎，这一题我讲的考我也不会啊。狗狗星星大冒险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日本的节目。我一个节目啊，一个节目。好，那正确答案就是对的。好，举对的人，那你们都知道，还有还会答错。我的天嘞！啊，好，来牌子放下来。第九题，领导台湾翻译邮政的卫福部长陈时中，他本身是妇产科医生出身，是不是妇产科？哦呦，只有一个举对，你有给他接生过对不对，舍利？啊，没有啊。猜的。娜拉，你怎么知道错？印象中不是。印象中不是。那秦恩呢？猜的。猜的。鱼友。他不是牙医吗？哎，爱丽丝呢？我觉得他不是妇产科。你也是用猜的，秦远优。是妇产科哦，知道是医生啊，所以他不是，他是牙医师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看他们蒙也蒙对了，好不好？那只有我们没有睡醒的舍令，好了，只有你没加分，其他都加分。好了，最后一题，第十题，因为经济不景气，各国纷纷降息，各国央行要利率调升或调降利率，都会用码做单位，一码代表一趴。请作答。这我觉得是蒙的啦。哦，三个圈三个叉，都是用蒙的，对不对？啊，
我们常常调降利率，调降利率啊，一趴就是一码，啊，其实不是的，啊，一码，一码是0.25%，好吧？好，所以呢，错的人是对的，好，恭喜。好，十题结束了，来，我们下统计一下大家的这个积分有多少得分啊？新野优啊，哇，新野优答对了8题，所以恭喜新野优。蒙到了，可以得到15000的积分，好不好？让我蒙到了。好，马上呢就是我们的百家龙虎斗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百家龙虎斗了啊！其实真的很有意思的啊。我们记得在上一次录影呢啊，曾经有一集呢是整个的逆转胜，最后一把牌啊压了一个和，所以呢赔了8倍，他压5个就40个，就20万的积分。好不好？所以大家加油！我们今天一开始呢，他们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名次呢，啊，带来的这个积分，还有刚才我们关键时刻的积分，加下来每一个人分数跟大家报一下。好，宁宁，新野优195000分，爱丽丝19万分，鱼佑20万分，晴恩21万分 ，Selin 19万分，娜拉19万分。大家加油！其实分数一开始不会相差太远啊。这是我们前面有开了10局的啊，这个虎龙虎虎龙龙龙虎龙龙，等于是前面出了3个龙是连的啊，最多也只有3个了啊。所以大家呢，在我们第1局到第10局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啊一次最多可以压3枚币啊，3个币。来，准备第1局，各位请下。这个是给你们参考用的啊，当然看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定数。好，娜拉是今天算第一次上场哈，来，我们看看第1局的牌，看看龙4点，虎2点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龙虎的牌，哇，漂亮！6点，哇，中间补了6点，这个基本上赢的几率就相当高了啊。看看我们的虎，只有4567，来，7点，哎呦，哎呦，恭喜呀、啊！以1点之余啊，之差赢了，好，赢了龙。那我们的晴恩扣2个，舍令扣2个，然后呢？娜拉加3个，不错哦。爱丽丝，哎，开局就这个老鸟哈，开局扣2个，爱丽丝，啊，鱼友加3个，新野优加3个，好，来第2局，请下。现在刚刚那把开了虎，现在大家全都是龙了，因为虎的它都是一个。之后呢就跳龙啊，好了，现在我们的第2局，看看我们龙哪个大，1点，今天龙虎生风，好，来，现在龙要补牌，来个八，补八就不补，直接赢了，啊，补9，这个0点。这边除了补7了啊，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。啊，龙是永远没有机会。7、9，所以是2点，虎赢。好了，这边司令扣2个，晴恩，你2把都输哈，是不是？晴恩扣3个，哎呦，娜娜新手运加3个，谢谢。好，这边。爱丽丝她是反指标哈，以后她压什么都不要跟她压哈，扣3个，爱丽丝，哇，鱼又不错哦，连赢2把，加3个，好，新野优加3个，好，来，爱丽丝你先下，第3局，我先走了，你先走啊，不相信，就龙，给他走龙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他不是反指标哦，大家跟着你走哦。好，来了第3局，
要开什么哈？来，八九，八九，对不对？哦，哎呀，没点，没点，龙虾没点，五点，五点，嗯，可以。好，龙只要补到一二三四，哦，或者是弓，补到这个就不用补了。所以呢，你们要什么？九，来个大，补八嘛，八九，八就不补了嘛，对不对？各位看一下今天的指标是娜拉，她第一次压河哦，看看龙二，这边补一个五就是河，娜拉会这么灵吗？她第一次压河，来，要开什么哈？来，八九，八九，对不对？哦，没点，没点，龙虾没点，五点，五点，嗯，可以。好，龙只要补到一二三四，哦，或者是弓，补到这个就不用补了。所以呢，你们要什么？九，来个大，补八嘛，八九，八就不补了嘛，对不对？八，八，耶！哇塞！哇，这个太爽了，这个太爽，这个太爽了，恭喜都得分了啊！啊，每一个都加三枚，每一个都压三枚。好，来第四局，哇，刚刚这八补的真漂亮。没人压和哈，现在目前来了第四局，没点，没点，来个大。七点，哇，虎赢的机会大了，来，龙补什么？八，来个勾，补八啊，勾勾勾，补八对不对？四点，所以恭喜虎赢了。来，这边龙的，哇，晴恩扣三枚，晴恩今天好像有没有太顺哈？还有新手运娜拉加三个，然后神令加三个，这边鱼佑。第一次被咬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第一次扣两个鱼肉，好，哎呦，心眼又很旺哎。对啊，三个，爱丽丝三个。心眼又，你现在还没有输过一局哦？好像没有哎。对不对？娜娜也没有输过一局，全部都在赢的，恭喜哦！其他的加油啦！来，第五局，现在开了一个虎。哦，这次看到娜娜跟心眼又两个领先的，像是两个不一样的，一个虎一个龙。好，有人压河喽，神力压河喽，好，来我们看看第五局的牌，龙，七八九，哇，龙九点，虎没有九就直接输了，九，没点，所以恭喜龙获胜，好了，娜娜现在领先了三枚。心眼要扣三枚，好，五局结束了，现在请妮妮帮我们告诉一下大家的积分。心眼要24万分，嗯，爱丽丝21万分，鱼佑24万分，晴恩20万分，沈令205000分，娜拉26万5000分。哇，26万5，多了他们24万的25000哦，好。加油！马上第六局来，我觉得是龙哎，虎龙龙。好了，来，我们马上看看第六局的牌，看看龙，哇，又八点，虎来个九，八点和没有。哇，好可惜，要不然这一把有人压和的话，他肯定就可以变赢家了。好，各位出了一个和，现在马上是我们的第七局，请压。有人压和了，会不会连出和呢？好，发牌，看看龙，没点。五，两点，
压龙的人要什么？来个大。大什么大？啊，大大大大，开八直接就不补，懂吗？啊，当他没点的时候，翻到一个八直接不补。四点，现在虎是两点，所以他补一个弓，啊，就直接输了。两点，弓，所以恭喜龙赢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娜拉一直赢啊，娜拉加三个，沈令加三个。晴恩又扣三个，晴恩，你可能到第十局就要爆气球了哈。不会哈。好，这边爱丽丝加一个，啊，于又扣三个，星野又，我一直落了，扣三个。好，第八局，各位，请下。这边是同一阵线的哟。哎呦，这个是龙啊，不是河啊。哦，这边三个压龙，这边哦，娜拉压龙，另外两个压虎，虎的人少，对，啊，因为当别人领先你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跟他不同的一条路。好，来了，我们的这一局，龙，五点。哇，虎七点，这把虎赢的机会非常非常高了，因为五的牌非常不好补，因为他只能补什么1、2、3、4，4张牌。你看，我们从一到 K 总共13张牌，他只能够补4张牌，有8张牌对他都是不利的。好，来，来个四，九，所以四点，恭喜虎，压虎赢了。好，娜拉终于输了一局，娜拉扣三个。好，八局结束，第九局，各位请压。嗯，没有压和吗？有，沈令决定了。哦，在我的鼓励之下，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九局的牌。看看龙，6点，九，5，1点，所以龙在6点以上，他就不用补牌了。虎现在是1点，2个8，他要补什么？5、6、7、8，所以只有4张牌对他是有利的。5、6、7、8，公，2个8，8，8，8，公，恭喜龙获胜。好啦。龙这边，娜拉又加了三个，然后晴恩加三个，沈令扣三个，鱼又加一个，爱丽丝扣三个，金野优扣三个，第十局了，来，请下，好。每一个人都压三枚哈，来第十局，看看龙七八九，3点，虎3点，都是3点，来哦，来开什么？六，不错，开的不错，这是6点，我们看看虎，5点，所以是8点，恭喜虎赢了。哇，娜拉跳到舞台也赢了，啊，跳哪里哪里赢，晴恩扣三个，娜拉加三个，沈令加三个，爱丽丝扣三个，你们两个背到底啊，星野又扣三个，鱼又加三个，好了，十局结束。我们再请李宁帮我们报一下大家的积分。星野优18万分，爱丽丝17万分，鱼又23万分，晴恩20万分，沈令23万5千分，娜拉29万5千分。哇！你现在领先他们基本上是五六万分了啊，各位，好。
到最后我们有积分变奖金啊，大家加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第十局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最高可以压五枚，最少也要压一枚。但如果你讲了幸运压中和的话，一个是赔八个啊。来，第十一局，请压。落后的人要开始要压和了，没有错的。好，第十一局，我们看，来龙，五点，虎，七点，现在是龙，危险，啊，虎有机会，来个两点，两点是吗？和对不对？三点，两点，两点，两点。哇，九点，恭喜龙赢啊！哇，哇，这个牌补得真漂亮。我听到我耳边有四四四，然后就来四。哎，他这个牌只有什么四跟三会赢啊，二还平手，四跟三也就两张牌会赢。你看补一个四补得多好，好，所以龙赢了。第十二局，各位请下。落后的人开始压和了哈，第十二局，来我们看看龙的点数一分一点，虎是五点，好，龙会一直这么幸运吗？每次都补到好牌吗？龙是一点，好，所以虎呢？四点以上就不用补了，直接虎赢了。哇，那他真的是，他只有一把输掉哎，从第一局到现在，只有输一局哦，其他全赢哦。啊，星野优，你的运气在之前的露营都用完了。啊，星野优扣五个，然后爱丽丝扣五个，啊，鱼又加一个，对。因为你压了一个和，对，好，第十三局，各位请下。娜拉根本就是啊，这个福至心灵啊。你有在看盘吗？你有看看这个在怎么走吗？有啊，稍微看一下。哎呦，好，好，第十三局。我们来看看，龙没点，虎四点，所以龙开弓，虎就直接赢了。弓弓弓，弓弓弓，弓两点，所以虎直接赢了。好，我们这边，秦恩，你大概十把输八把吧。啊，好，娜拉跟舍令各加四个，鱼又扣五个，爱丽丝加三个，星野优加四个。好，第十四局，各位，哎，今天没有出什么和哈，只出了一个哦。对啊。哎，各位看一下今天的指标是娜拉，她第一次压和哦。压了两枚，好，我们第十四局来看看龙的牌四点，虎的牌一点，龙要补牌，龙要六点以上才不需要补，看看龙二，所以下是六点哦，这边补一个五就是和，来个五。会是五吗？来个五。娜拉会这么灵吗？他第一次压和。来。如果补一个九，是三点。这边三，这边补一个弓，就是和。只有这个机会，但是先看这个。哇，零点呢？零点。对不对？来个七，来个七，七，来个七，七。哇六，差一点点，你四局可能不够哦。
啊，待会气球就要送给你了。哎呦，好啊，待会把气球准备来了。我刚刚没有拜拜啊，有拜啊。龙的牌，四点。虎的牌，一点。龙要补牌，龙要六点以上才不需要补。看看龙，二，所以现在是六点哦。这边补一个五就是和。来个五，会是五吗？来个五。娜娜会这么灵吗？她第一次加和。来，哎呀，二。还是龙吟，好，所以压虎的人，我们从这边算，啊，爱丽丝扣五个，鱼又扣五个，这边是星野优加五个，神令扣四个，然后秦恩加三个，娜拉 push， 啊，来第十五局。哇，现在娜拉不得了哎，二四六六三十，将近四十万了。对，对，来嘛！太刺激了。好，第十五局，来看看，如果合的话，这把会变化很大哦。来。压龙的人一点，虎的人八点，恭喜压虎的直接赢了，娜娜又赢了，娜娜到现在只输一把哦，哎，第十五等于他赢十四局啊，太旺了，好，十五局，现在先请。妮妮，帮我们报一下分数，几分？星野优23万分，爱丽丝85000分，好惨啊！鱼友205000分，秦恩16万5000分，舍令205000分，娜拉37万5000分，遥遥领先，这是我们看到那个差距最大的一集。好，接下来一样。都是五枚最高，但是呢，我说到一二三，大家同时压，所以你们要想好。好，第十六局，现在我们看看，哦，虎最多两个，那单跳一个龙，一个虎，虎这边也没有连，只有这个连，所以都是单的，所以接下来龙的机会会比较大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压和的只有爱丽丝哈。还有这边秦恩，啊，还有娜拉，来喽，第十六局，来看七点压龙的人，来个七，哎呦，两点，所以呢补一个五好不好？来个五，来个五，咚，所以恭喜压龙的人获胜。还剩四局了，现在比较接近的只有鱼佑跟星野佑了，其他的积分都落后太远了。好，爱丽丝，你四局可能不够哦。啊，待会气球就要送给你了。好，来喽，第十七局，我数到三，想清楚，一、二、三。爱丽丝，这对你有什么好？于事无补啊，对不对？他可能怕气球而已了，好吧？来，第十七局，看看龙，两点，虎，一点，哇，像龙还压过他嘞。看看龙补的是弓，这边要弓的话，那真的是今天虎在倒霉死了，啊。所以现在是两点，这边一点，高高高高，什么？高高高，六，所以恭喜鸭虎获胜。
但是压胡的只有一个人，于右压了一盒，我们加三个，其他全输。第十八局，请下。各位，爱丽丝这一把再输只剩两枚。那个猪妈妈把气球准备好了。啊，来喽，第十八局。看看啊，龙开的是四点，虎开的是三点，都要补。啊，先看看龙补的是。这个如果补一个九是三点，这边三这边补一个弓就是和，啊，只有这个机会。但是先看这个，哇，零点呢？零点哦，来个七吧，七对不对？来个七，来个七，七七来个七，七七七七五六，差一点点，所以恭喜鸭虎的获胜，虎赢。啊，这边闹了，扣四个，沈丽扣五个，这边加三个，于右扣五个，爱丽丝扣五个，爱丽丝你心眼要加五个，啊哦，气球准备好了，哎呀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输到剩两枚啊。你是一路输到底啊？怎么这样？啊！我刚刚明明有拜拜啊，怎么会有拜啊？第十九局，各位请下，看能不能反败为胜。人生嘛，不就这样？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哦，晴恩也压和了，来到第十九局。看看龙。两点，虎四点，来，龙开的是九点，这边只有开五能够救输的人啊，啊，落后很多人，只有开五能够救他。加油！希望你不要说哈掉。恭，所以恭喜鸭龙的获胜。爱丽丝脱光了，扣两个。要先了，先了吗？要先了吗？我要拿着，是不是？当然啦、啊，抱着要抱着。抱着。对。哎，我们录了几集，第一次输到光光的。往上抱一点。往上抱一点。看人家玩这一局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的眼泪都要吓出来了。最后一局，我觉得输家都没得想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有点像德州扑克，最后就 all in 了。好，最后一局，一二三，最多五个。你这只能压和了，这个我跟你讲啊，输的人就全部压和了，没得考虑的。拉拉，我是理由就压和。压了就算了，没关系的哈。来，龙、虎、龙、虎，我们一张一张开。哇哦！其实你们都不希望龙或虎赢，都希望什么？和。哇，九点！我的天哪！龙赢了哈，但是没有人压龙，基本上就靠和了。观众看，来哦，看看这边几边，三边没有了，三边就是什么六七八，所以是一点，他九点直接不要补，所以呢，没有人压龙，这一局全军覆没啊！而且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压五枚啊，每一个人都扣五枚，爱丽丝还没有啊，他还没人压。
好，所以每一个人扣五枚，刚才娜拉的分数是355,000，再扣25,000，等于是33万，好，所以恭喜娜拉获胜。哇，新手运哦。对啊。积分可不可以变奖金呢？来，进行我们的真爱吹牛王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真爱吹牛王，恭喜呢我们的新手运娜拉，好，今天20局呢，他输了3局，赢了17局，那总积分呢是33万，那我们减一个零是33,000，可不可以积分变奖金？就要看这一把，哦，3战2胜，好吧？好，来准备，摇骰，好，放着都不能动了啊。来看看我的牌，剪刀石头布，输家先叫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猜拳没有输过。3-6，你输了。我输了。因为我要开了，因为你没有3-6，因为我没有6。那你试试。我试试。我不要急了，那我叫4-2。哎呦，5-2。啊，我输了。哎呦，好紧张。糟糕了，我叫4-2。你为什么不叫4-6呢？你刚有叫6啊，你叫多少？5-2。还有2-1，2-1，1-6，1-2，1-4或者1-5。你叫多少？5-2。来，6-6，啊不对，6-2。你叫多少？5-2。还有2-1，2-1，1-6，1-2，1-4或者1-5。你叫多少？5-2。来，6-6，啊不对，6-2。一开始你叫3-6，我叫4-2，你叫5-2，我叫6-2。不行，我要开。你要开啊？那你开啊。哎呦，几个？是不是2-1？对。我厉不厉害？我厉不厉害？2-1，哇塞，我是神啊！我讲2-1，1-2，1-6，1-5。全部猜中，我们旁边这样猜中。我刚才整个。我3-2。我要跟让观众所有观众朋友讲哦，他们这边是6个人，跟我都不认识哦。我这边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得到，我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是我们很公平公正的。我厉不厉害？1-0，来第二局，摇骰。好，我背过去，不要看到。我怎么那么厉害？但是娜娜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就算你输了，你的积分变奖金折半，所以33,000还有16,500。来看我的牌，来输家先叫。3-6。我刚才一直想3-6，对不对？好吧。突然，眼神凝重。3-1。1-6是吧？我看一下。你看2下都可以。3-1。4-1。那我没办法叫了、啊，等一下哦。
又有两个嘛，看你的表情就要输了。他好坏，一开始给我叫三个六，我是认为他有一个一，一个六，但是我有两个一，所以我叫他三个一，所以呢，这个奖金减半，16500，恭喜他啦！好，我们希望我们这六位呢继续加油哈，未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事业做得更好，谢谢六位，谢谢。好，以前朋友们说别忘了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11点整准时收看我们的叫我好野狼。